我现在就要吃三个，还是多吃点。不要再吃了，我让你能睡得着。我睡不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现在的救命稻草是邓草草。我现在就让邓草草。 不可能！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邓草草，我，洪建，你现在过来一下。 我在布鲁兹酒吧，你觉得我是骗子也好，以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但是今天我请你来，你一定要来，好吗？ 我相信，之前观浩有一些话说的已经够多的了，但是我今天让你来，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这哥们儿，他对你、对孩子，都他妈是真心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跟他说了孩子的事儿？为什么不说啊？邓草草。 你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告诉人家？我没说，我今天让你来，就是想让你亲自跟他说。光，干嘛？起来。光，邓草草就站在你面前。草草，把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。 跟他说一下，原原本本的跟他说一遍。说，说，说。草草，能原谅我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特别自私，我他妈是个混蛋。 我他妈是个王八蛋，我是个二货，能原谅吗？要你打我！你干什么你？打我！你干什么你？打我吧！只要你不离开我，行不行，草草？我求你了，草草！我真的求你了，草草！
工作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阿姨让我过来谈谈。怎么了？你喝酒了？喝了一点。来，我扶你上楼。不用。女人怎么能送男人呢？我愿意送你。走。走啊。能抱抱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想抱抱你。去北澳那边上班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我不合适。我们律所好不容易正式成为他们的法务团，以后的一些业务主要就是围绕他们。那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了吧？我还没有考上资格证，去了你就会嫌我没资格。哎，你刚刚为他们办了这么大的案子，他们怎么能嫌弃你嘛？反正我就是不想去。这不耍小孩子脾气吗？行了，我待会儿就回来。哎，汤姆·克鲁斯，你叫谁啊？你啊，你干嘛来了？我找郑华，他在吗？在。还是不在呢？在还是不在？我问你呢，我找他有急事儿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，然后我帮你转达。谢谢了，不用。先忙着啊，这不是关总吗？什么情况啊？他是我前夫，你不知道。他是来找你的，又不是来吃你的。我跟小轩刚过几天属于我们自己的日子，不想被他打扰。哎呀，我想操心窝子的跟你说两句，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了。你看我老婆，前妻，丽文做的就比你好。你可以不需要丈夫，可孩子他需要爸爸。像我们这样离了婚的男人，对别人真的不好说，可对待自己的孩子，那可真是掏心掏肺。当然，看你怎么想，你可以不给他重新做你老公的机会。可是你也不能剥夺他做父亲的权利。说得特别好。多少钱？哦，5.8。找您钱，这谁贴的？啊，这个，小邓啊，就住我们小区的。你认识他？认识啊，这姑娘啊挺不容易的，之前就为了找这孩子，好好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干起了快递员，就是为了到处发这寻人启事。啊，我还在店里啊帮他发过一阵呢。你跟他挺熟的嘛？熟，非常熟。那他现在都跟些什么人来往？他，兄弟啊，你说你就买我一罐大红袍，就问我这么多事儿，他真是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啊！来，帮我拿2条黄鹤楼，400。
接触的人，跟你说那可多了去了。你像这个保安也有，开路虎的也有。这男人吧，一个长得逼格精神，个个都跟那韩国电影明星似的。哎呀，你说这一女的带个拖油瓶，还这么多人围着她，你说厉不厉害？她怎么会有个拖油瓶呢？哪儿来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怎么老打听他的事儿啊？你跟他熟啊？我们以前同事。谢谢啊。不谢，再来啊。我正有事儿走不开。哎呀，那你忙吧，那咱们合作那个事儿就等到下个月再说吧。好吧，我马上过去。来，咱们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小冠，还是你挑的衣服有品位。黄总，是您的气质好。不介意帮我一个忙吧？好。谢谢。哎，你看这个很适合你。黄总，您的眼光真不错。合同的事情，明天到。小家伙，你妈怎么不管你了呀？加班。加班？那你爸呢？出差。吹牛，都没见过你爸，你爸是不是不要你了？谁说我爸不要我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爸是特种兵，他在保卫咱们的家园。吹牛吧，还特种兵？谁吹牛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爸特有钱，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买什么。啊，你吃吧。嗯，干嘛？你多大了？你管我多大？
干什么？你不看着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看着你啊？哎，小家伙，没给钱呢。算我的。班长，哎，真大方。继续检查岗位啊！顺子，顺子。不是你别急别急，你慢慢说，谁要绑架你？是一个男的，他开着黑色宝马，他估计听见我说我爸很有钱，他要绑架我。你别急别急，在那儿，你带回去看看。在那边嘞，走走走。警察，坐哪儿？哎，不是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你把我扣在这儿想干什么？想干啥？你为啥要跟踪他？谁跟踪他？就是你跟着我，你也一直跟在我后面，听见了吧？你还挺机灵的啊！哎，你告诉我你叫什么？顺子，交给你了，我选了。哎，你别走！哎，老实点儿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宁愿保持沉默，但你说的每一个字儿都将成为呈堂供词。电视看多了吧你？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好，我找人给你把话说清楚。我认识你们老板龚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行了吧？光认识美国总统奥巴马了，他不认识我，有啥用啊？接电话，我出去。啊，不用，是关浩。喂，龚健，我现在被你们小区的保安给扣住了，你赶紧过来帮我解释一下。你怎么被我们小区保安给扣了？就是个误会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好像看到我儿子了。爸，我的感觉告诉我，你喜欢的就是我儿子，真的。哦，那怎么到我们保安那儿去了？我是悄悄地跟着那小子，可我没想到那小子还挺机灵的。他跟保安说我要拐卖他，所以你们小区保安就把我给扣下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派人帮你解释一下。赶紧的啊！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去帮你解释。哎，你知道什么事儿吗？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能帮你解决。什么坏人啊！鬼鬼祟祟的跟在我后面，被我关起来了。我厉害吗？那个人呢？现在在哪？被保安抓走了呀。萱萱，我们今天在家里哪儿都不要去，妈妈在家给你做好吃的。走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一场误会。本来我们工作要过来的，后来约了客户，改天我们约您一块吃饭，再赔个罪啊。你说他手底下的人怎么跟他一样轴啊？我怎么解释他就是不听。别生气了，大人不是想着我。哎，走这边。我来的时候就这边啊。这边近，来吧。妈妈，今天我们可厉害了。哎，杜小姐，还有妈妈。老嫂。妈妈，他就是那个坏人，他跑出来了。妈妈。谢谢你把孩子给找回来了，也没说我是坏人。
已经死了，还说我是个特种兵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也是我儿子的墓呀？我只是不想让我儿子失望。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个神奇的父亲。可我觉得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别自作多情了，赶紧走吧。曹操，今天我能遇见孩子，我觉得都是天意，是天意让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，天意让我们一家人分开了。那个人真的是我爸爸吗？我爸爸不是特种兵吗？他是你爸爸，只不过转业退伍了。他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今天可以傻光陪我吃饭。说的那么客气，其实这顿饭早就应该陪你吃了。上次菜还没上来呢，我就走了，其实挺不好意思的。你还记得呀？好，今天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，不过有些清淡。我看你最近有些上火，你什么辣菜、海鲜都没点。啊，我让你去柳芳城那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？嗯，你猜，关总在柳芳城碰到谁了？谁啊？邓草草。喂，关浩，知道了。小小瑞跟我说的，祝贺你。今天不行，今天我还有事儿，改天吧。尝一下，凉的话我帮你热。真没必要这样，乔瑞。你走了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其实我可以再勇敢一点。
不知道儿子喜欢吃什么，每一样我都买了一遍，以后家里缺什么就跟我说。什么都不缺，谢谢您。谢什么呀，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哟，家里收拾得挺干净的。儿子，爸爸来看你来了，快出来吧。儿子，别那么大声行吗？怎么了，我是他爸爸，我叫他天经地义。萱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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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呢？六瑞去哪野去了？我下去找他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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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谁要说你没爸爸，你就揍他们。谁说我没有爸爸？看，这就是我爸爸，我爸爸是特种兵。儿子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再叫一遍。是谁？走，回家。哎，嫂嫂，你看你那么忙，也没时间管他，以后我就替你来带小轩吧。用不着，以前也是我一个人，以后也是我们娘俩相依为命。哪儿？师大附小。轩轩从来没上过学，不给他找个好的学校，那他不更跟不上吗？师大附小可是个只认分不认人的地方。我知道，所以不请你帮我找个辅导老师吗？你必须多说还难听啊。小轩呢，首先不是学区内的学生，他又没什么特长，如果入学考试达不到95分以上的话，你别说找辅导老师了，就是找到校长那儿都没用。你知道现在一个辅导老师要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一个课时至少要那200-300。那么贵呢？这不教小学生吗？现在的父母哪个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？那这钱还不如我来挣呢。你那么忙，大不了点灯熬油。不找了，就我自己教。萱萱，你这苹果明明是17个，你怎么数成18个呢？6×2，怎么是26呢？你过来，妈妈再教你一遍。来，困了，哎，再吃口蛋糕，吃口蛋糕，张大嘴，补充体力。来，张大嘴。龚总，这两份是供应商分析表，您先看一下。然后这份需要签个字儿，是刚那个敲定的策划案。然后商业律师事务所人下午就过来，合同整理好了，我先去拿。好。来了可真是太好了，哎，我刚才还在想，我一个人看电影，没人跟我说话呢，哎，太好了。这票，龚总给您的。啊，是，他说呀，你们单位是福利看电影，还是3D 电影，他没时间来，哎，我愿意看。嗯，哎，你们单位的人呢？怎么就你一个呀？就我一个人。那，这电影票，是你给龚建的吧？事儿，他不来咱俩看，我陪你。瞧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。
行，得让他来。哎，算了，阿姨，他可能是真有事儿。我跟龚总吧，倒是天天都见面，但是我觉得拿不住他，他对我忽冷忽热的。那小瑞呀、啊，阿姨问你，你们到什么程度了？这也不好说。有时候吧，我觉得他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，但是有时候对我挺好的。像前几天，他陪我去孤儿院，然后我们一块儿陪小朋友做游戏。后来他还抱了我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。但是，一转眼儿，他又对我忽冷忽热的。哎呀，光抱哪行啊？你们有没有实质的？实质？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那个？没有没有，小水呀、啊，你要想跟他把距离呀、啊、彻底拉近，把关系敲瓷实了，那你就得呀、啊、赶紧跟他生米煮成熟饭。你要再这么犹豫下去啊，迟早让人家抢了先。阿姨，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啊。你跟龚建成不成，全靠这一步了。你放心。干妈帮你忙。干嘛？结婚。您结婚？你结婚。跟谁啊？当然跟乔小瑞了。妈，现在什么世纪啊？21世纪啊。您也知道21世纪啊，这怎么还包办婚姻呢？我就包办了。你说乔小瑞有什么不好？知冷知热的，对你又好，你说又简单又善良。您怎么知道他简单呢？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，我怎么就不了解他呢？还真不见得。前两天邓草草给我买一西服，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我，直接就扣下了。要不是昨天草草跟我讲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儿。你怎么又去跟邓草草见面去了？他凭什么给你买西服啊？你一个有女朋友的人，怎么还跟那个离婚女人搅和在一起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趁早把对别的女人的心思都给我收回来，就对乔小瑞一个人好。那我收不回来呢？妈，这事儿真不是强求的，必须得顺其自然。他顺不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结婚，那就是最大的不孝。你说妈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？妈，您是想抱孙子呢，还是想让我结婚呢？那你要是不结婚怎么能抱孙子啊？那也不一定。行，你要有本事就给我抱回个孙子来，你要是抱不回来，你就得跟乔小瑞结婚。阿姨，对，就今天晚上，我现在特紧张，心里特没底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给我说说他都喜欢什么呀？哎，等会儿我录下来啊。哎，您说。小轩，
小轩。哎，老大。你干嘛呢？我这钥匙掉下水道里头了。你钥匙掉那里面还能找着吗？你妈呢？没回来呢。你怎么不给她打电话啊？我电话也落家里了。上车。哎。回来了，老大，怎么那么黑啊？我把灯打开了。你俩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那这孩子他把钥匙掉那下水道里了，他妈妈又没回来，没办法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哇塞，好多好吃的呀！哎，小轩，哎，小轩，这不是给你准备的，小轩，这他饿了，让他吃嘛。嗯，这好吃。你们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，过两天我会联系你们的。好吧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辛苦了，下班吧。头都疼。怎么没电了？我吃完了才能闻见老大，我怎么身子那么臭啊？可不是吗？洗澡去。我。别往床上趴，来，去快去洗澡去。好嘞，洗澡去喽。哎，他不能洗，这不洗哪成啊？你都不知道他快掉下水道里，臭臭。老大，你看这好的花瓣还有泡泡，那么多呢，把衣服脱了。哦。轩，嗯，今天老大要谢谢你啊。你谢我什么呀？应该我谢谢你，你又请我吃牛排，又请我泡澡。不是，绝对是应该我谢谢你啊。哎，绝对是我应该谢谢你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我谢谢你啊。不是，我谢谢你。把衣服穿上，我看看谁来了。好嘞。哎，你看见轩轩了吗？在我这儿。在我这刚洗的澡，孩子钥匙丢了。那怎么不给妈妈打电话呢？我电话放家里了。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？我给你打了，你手机关机。大姐，你不能总自己有错误怪别人。
孩子这么大了，你不能总让他一个人在家呀。今天是碰上我了，你改天碰上坏人不又抱走了吗？行吧，但我又欠你一个人情，谢谢你了。但是龚总，以后咱们还是工作上见吧。我儿子的事儿，不用你操心了，回去。